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水晶娱乐，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。白鹿任嘉伦开启前世虐恋，长安如故将开播，又搭档张若昀、徐开骋出演新剧，霸屏开启。白鹿是娱乐圈颜值与演技双在线的当红小花，她在《凤求凰》《招摇》《烈火军校》《半是蜜糖半是伤》《九流霸主》等作品中都有出色的表现，收获了很多观众的好评。之后白鹿又和任嘉伦合作了《长安如故》，备受粉丝和观众期待。最近网传《长安如故》将会在《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》收官后开播，如果以上消息属实，那么白鹿又将开启霸屏模式。同时白鹿还和张若昀、徐开骋合作了新剧《警察荣誉》，相信很快就会和大家见面。《警察荣誉》是由丁黑执导，白鹿、张若昀、徐开骋等主演的一部致敬基层民警的现代剧。《警察荣誉》以一个个真实鲜活的案例来讲述基层民警的不凡荣誉，从而折射出人生百态。在该剧中，白鹿饰演的是见习警察夏杰，张若昀饰演的是见习民警李大为，徐开骋饰演的是见习警察杨树。这次白鹿在该剧中饰演的是女主夏杰，是一个美丽又坚强的女民警，肯定会让很多观众眼前一亮。同时以白鹿的实力来说，她肯定会把夏杰这个角色诠释得恰到好处，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。而该剧的男主李大为则由实力派演员张若昀饰演，从麻雀中的唐山海到谍战深海之惊蛰中的陈山，再到庆余年中的范闲，张若昀用自己的演技赋予了每个角色有趣的灵魂。这次张若昀和白鹿强强联手，肯定会带给观众很多视觉上的愉悦享受。警察荣誉除了张若昀、白鹿这两位实力派演员外，还有徐开骋等人气小生的加盟，肯定会为该剧提供很多有趣的看点。徐开骋自出道以来就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优秀影视作品，比如《剩女的代价二》、《奈何 BOSS 要娶我》、《我在大理寺当宠物》、《且听风鸣》等等。这次该剧有了他的加盟，肯定会带给大家很多惊喜。目前《警察荣誉》正在拍摄中，让我们一起期待白鹿、张若昀、徐开骋的精彩表现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，更多精彩资讯在水晶娱乐，敬请关注哦。